红药的教科书，我们最最敬爱的队长叶秋选手，就在几天前做出了卸任队长。有些时候你怀念从前日子，可天真离开时你却没说一个字，你只是挥一挥手，想扔掉废纸，说是人生必经的事，就和他几分，却又感觉怅然若失。镜子里面想看到人生终点，或许再过上几年，你也有张虚伪的脸。难道我们是为了这样才来到这世上？这问题来不及想，每一天一年总是匆匆忙忙。你我来自湖北、四川、广西、宁夏、河南、山东、贵州、云南的小镇乡村，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，要做全职高手，却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某天夜半忽然醒来，站在寂寞的阳台，却想从这无边的寂寞中逃出来。许多年前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，奔跑起来像是一道春天的闪电，想看遍这世界去最星星教室去默想。要打不过谁？